回来挺早呀，啊，小陈，哎，你怎么也回来这么早啊？现在既没有招聘会，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呢。你是不知道我现在就业压力有多大，我是宁可早点回来呀，也不想在家面对我爸我妈的压力和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追问，烦都烦死。有人关心总比没人关心好呀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哎，考研结果出来了，你怎么样？考过了。考过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嗯，你们就好了，一个拿到 offer， 一个考上研究生，人家欠的是白富美就更不用说了，只有我前途渺茫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管，你们得安慰我受伤的心灵。那我请你们吃饭吧。吃东西庆祝有什么意思呀？咱们去酒吧。酒吧？嗯，那去蓝月。别搂蓝月了，咱换个地儿。哎，顺便把倩倩也叫上。那我给她打电话吧。别，倩倩，我负责通知到。哎呀，快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倩倩，倩倩。挺好啊，第一次来吧？李雪，抱起来啊！哎，第一次来吧？别碰我！李雪，别碰我！干嘛呀你这是？干嘛？走开！推谁呢你？哎，推谁呢你？走什么？这东西好使，你怎么舍不得早点拿出来呀？那你们讲这事儿吧。哎，你们还没给钱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叔叔。今天没带钱吧？没关系。哟，我这刚才一下把屁股摔了，腰好疼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都够惨。哎，你手也划了。你还笑我？你看你，你被谁给打了一下？嘴不疼是吧？别笑了，再笑嘴脸坏了。这么晚给你 ，MJ 的邮件，我也收到了。你也收到 MJ 的邮件了？首先祝贺你通过 MJ 的资料审核，很荣幸的通知你于本周一在 MJ 上海分部面试。严小晨，我这回对你心服口服了啊。小晨，嗯。你知道我为了 MJ 努力了很久，那我们各凭本事，一起加油！必须的，一起加油！来来，耶！